塔林，少林寺塔林，就是比较新了啊，这个都不是说是砖塔了，它应该是就石塔，就所以这个级别就看的不是很清楚了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五上面咱不说了。那他是和尚啊，和尚，他是大和尚，他这个不是住持，也不是方丈，所以说是我们的。现在的方丈也是。四十来岁不到五十岁。你像这里面古代这台也是挖挖地沟，地道在下边，直接挖了在前面。他是那种肯定是这个是先建的，他以前的肯定是先建的，谁也不会像皇帝一样，还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建这个。这个是实心的，他起码但是有这个功效。那里面和尚的塔林。所以那边南少林是这边过去的，对对，你像他南少林的时候唐代，北少林，南少林的时候唐代就会有，唐代的时候也是北少林的和尚啊，当时就是到了那个福建去传书，但是当时的可能是说人数比较少吧，明代的时候就塔林过去，这个有女儿墙的也是七层的，而且在这个我们看面对少师山，在这个塔林的正中央，这个级别就比较高，这是第二十九代方丈的，就是现在的方丈的师傅，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碑刻上面有很多海外弟子，有很多海外弟子收了不少洋道士，另外呢可以看到有一个第二排的第一位是这个方丈，他的名字很长的，那他们为了缩小他的那个地位，还有那个小林场，他给他们去让他们。那整个塔林里面最高啊，这个地位最高的这个高僧的塔林哪位啊？是这位，我们大家来这边。都来了吧？都来了。这个塔呢是元代的啊，元代的元朝的塔叫玉宫塔啊，因为当时啊这个玉宫啊就是当时被封为国师啊，被元朝的皇帝封为国师，什么叫国师的，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佛教学会的会长，统领中国天下寺院啊，就是天下大小寺院啊啊，所以说当时给这个皇帝呢也是出谋划策啊啊，所以说地位比较高，他正好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啊，中轴线的，我就说他是受皇帝主持少林寺的啊，他其实他地位就是国师，就是国师啊，他在这个北京啊，当时元代是为中都
游学十来年的时间，所以说他的，我们说这个佛学的造诣呢是比较这个深厚的，而且是当时呢被封为僧官，他有官职的，他享受国家待遇的，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的待遇的，这个就基本上在少林寺乃至在佛教界的来说的话，这种待遇是不多见的，除了那个我们讲的这些西藏的一些什么我们说的什么喇嘛啊，喇嘛，达赖喇嘛呀，好多官场官之类的，但是要皇帝要像在金陵测天之后，皇帝要册封的职位的啊，他那个级别在当地有这种权威性的。好，我们看完之后啊，因为这些都满光发的项目上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下面做这个环保项目。好。